怎么样的音乐，那我会这样说，我希望我可以写出一种歌，譬如有一天在半夜的便利商店，有个女生走进来，她刚刚失恋了，心情很差，然后她从店里的广播节目听到一首歌，这首歌刚好说中她的心情，让她觉得自己不是寂寞的一个人，有人听见她心底的声音。我想写的就是这样的歌。